宝子们，我又买八角星了，但是我感觉我又被坑了。这是个啥呀？又黑又粗的。上次你们说那是氧化，这应该不是氧化吧？这应该就是坏了吧？而且这么粗的八角星，你说我咋吃呀？哦，我的嘴也塞不下呀。哦，这一根是不是没有剥的必要了？可以直接进垃圾桶了。进垃圾桶吧你。还剩这两根啊，我真的服了。为什么每一次买八角星，买到的都是这种又粗又长的？又老的呢，剥吧剥吧，认命了。这买芭蕉心啊，真的是跟开盲盒一样。我已经好久没有买到过那种，就是收到就是那种细细的了。啊，那这些商家是针对我吗？我就每一次这种粗的芭蕉心都是在不同的店里面买到的，我都特地换店铺了，还能买到这种粗的。啊，剥得好费劲啊。这么粗肯定是咬不动的，继续剥吧。还有汁水往我脸上蹦。No, 接受现实，继续播吧。赞助大的就是永不放弃。播到这个粗细应该差不多了吧？把两头削一下。大家觉得播到这种粗细我能咬得动吗？我竟然咬断了。能看到拉丝吗？为什么这次这个这么麻嘴啊？你们刚刚看到拉丝了吗？哇，好拉丝啊！妈呀，这里面感觉一点水分都没有，好麻嘴啊！这是为啥呀？麻子，你要继续吃，越吃越麻耶！我之前吃的芭蕉心都没有这么麻嘴啊，这个是咋了呀？哦，好麻好麻，吃不了一点，吃不了一点。